所以他目前是一个软炉，可是你干嘛？很痛，很痛，很痛，我不行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teve， 欢迎回到频道。今天是超级久违的传统整部推拿，是时候该来一下了。不过今天这家我有点紧张。好，那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，还没有订阅的人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加开启小铃铛，另外也别忘了追踪我的 IG。这次要去的店叫嘉宏传统整复推拿，据老板所说会很痛。那我也很久没有传统整复推拿，所以有点紧张。好，现在就跟我一起看看吧 ，Go。力道够吗？不，需要小力一点。痛就是只要是肌肉跟那个肌肉之间都会很痛。不行，你要说。等一下哦，这边会比较痛。酸痛，感觉是就肌肉很紧啊。小菱形肌就在那边。哎、欸，你还要吧？好。算男生里面算厉害。男生里面算厉害，怎么说？因为大部分都是女生比较耐痛，然后男生在我手上，很多男生都叫得很凄厉啊。哦，真的。所以你算是厉害的，他的肉不会像健身的这么的分明，可是他的肉按下去也不会说很好按。哦，真的。不过以我的想法就是咬起来有嚼劲。哦 ，OK。你土鸡耶？嗯，师傅都有嚼劲啊。吃起来有嚼劲，可是又不会刷刷。那平常就是这个地方不舒服。那有刷吗？我有感觉。不到痛吗？我觉得那边到床上也不会很酸。你真的是蛮厉害的，难怪师傅说你算蛮耐痛。土鸡的耐痛。应该是。正常呼吸吐气就好，太重要跟我讲哦。你压力很大呢。他已经差不多跟我差不多，就是真的是专门在按的话，就是要按，要有一定的力道才按得到他的那个筋。哇塞，这个哇，还行吗？这个筋都还行。好。如果以哥吉拉的腰那边是第二个脑的话，这个是我们人的第二个心脏。我知道。不是小腿吗？小腿也是，可是你上半身的话，这边，因为你做什么动作，这边都会动到。对，就是很痛。很痛。你很壮。我是很胖，最近是胖的，我被你笑死。哦，刚刚那个痛。可是他的肌肉太珍贵了，最近可能脂肪把它保护起来。师傅人很好，师傅人很好哇，因为他那个线条还在啊。刚刚那个按那个地方就是肌肉跟肌肉的交界啊。不过他真的变胖，已经胖太多。过年胖3公斤，才3公斤，才3公斤，还好啦。师傅人好好，他算手前面前臂算很壮。哦，哇塞，哇，你手还撑起来了。哇，那个位置很到点，是不是？直接翻掉。哇，这个位置也痛，哇。你在这一行也很长一段时间了，自己开快3年而已啊。可是我看师傅评价也蛮好的。对啊，我那些客人不嫌弃的，然后很想推人家入坑。来放松。我都有跟他们说，要跟人家说会很痛。对，师傅有先跟我讲。可是他们通常都说很舒服，很痛他们都不讲。对，师
师傅的客人也是算都比较吃重一点。没有，不一定，哦、不一定，偏女生居多啦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就是7:3呐、啊嗯，那女生真的蛮多的，因为女生压力比男生还大，很酸吗？按腰的时候，嗯，很舒服，蛮舒服的。然后另外一边就会出现一点点那种压迫感，因为你的腰其实很紧。对啊，对啊。你的姿势又忘记，应该是说你回家就怎么舒服你就怎么躺。哦，对了。有酸吗？酸，微微，微微。嗯、你看哦，像已经把我整个手肘吃掉了，还没有按到底哦。嗯，这不是因为它胖，是因为它那个埋在很里面。嗯。这里应该很痛哦，你蛮冷冷的。是酸比较多还是痛比较多？也是痛的，痛比较多。他的屁股很 Q 欸，很多人说过。哇塞，超酸哇！还好吗？哇塞，哇，酸爆哇！你痛要跟我讲。酸是还可以。对。OK。因为它很 Q 啊，嗯，它很 Q， 它里面的东西要让它全部都释放出来。嗯，屁股这边能释放，能帮它释放出来是最好的。啊，发到大腿。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，它这样就酸酸的啦。它现在整个从腰屁股超热。真的。因为它会有一股那种微微的热气往上冲。是膝盖吗？哦，这个痛哇，这个跟股四头的感觉。哦，对，股四头。哇，酸比较多还是痛比较多？就是痛比较多。它、啊、是酸痛还是刺痛？酸痛。酸痛，酸痛就忍一下哈、哦。哇。就是它的脚，它、的肌肉线条很明显啊、就很好抓啊。腿你真的不行，没有，大部分的人都不行。哦、你在唱歌吗？痛的还没来，师傅说真痛还没来，要来了。是膝窝吗？膝窝在这边。以他的话，他的这个韧带其实都太紧。哦，还可以吗？哇，那个有点。太刺激，对，太刺激。好。你是痛酸？还可以吗？会很痛哦。对，这里会很痛。那有个穴位。没有想象中叫的这么大声。你说他吗？嗯。太可惜了。可能他还忍得住。酸比较多一点比较好。痛的话真的是不舒服。欸，酸是疲劳，酸痛是累过头，嗯，然后刺痛就是受伤，嗯，你还没有刺吧？没有，是酸痛。好。哦，这里也会哦。这里酸痛。那你下半身感觉都会哦。酸痛。你说应该是这边吧？好像是欸。哦。还可以吗？够了够了够了。
酸吼，还是痛，还是痛。痛。大腿好像都是痛，我。你的脚是怎样的？那脚很不科学。还可以吗？现在压着变酸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这边很多韧带啊。哦。这里会吗？超酸，超级酸。是酸啊，痛？应该是酸痛吧。对，酸痛。哦。会不会太痛？不会耶。哎，你头的耐受度很好。还是没感觉。有感觉啊。有感觉。很紧张是不是？真可以。那你现在这样是舒服吗？很舒服。哦，就知道。脑袋可能快爆掉了。师傅他超级喜欢按头，可是听说好像有些人按头还是会痛。基本上是会痛啊。哦，你不会只按这里可以睡着吧？他头要睡觉了。不是，是他松开的话就想睡觉了。感觉是头也是蛮有力的啊，你还可以睡也是很厉害。看我刚刚按他肩膀的力道，都是一样的力道，还比这边小哦。你就可以知道头可以按很重，真的，他头可以按好重。有酸吗？有蛮酸的。哦，你有感觉？还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有太重吗？不不不。是那个部位吗？酸酸到了，哦，是，哇，哇塞，会疼，哇，会疼，哇。比较厚。你脚是什么状态？我以为很痒。你笑声真的很好笑。喘一下，喘一下。那个笑声可以唱歌哎。很痛，这边的痛跟那边的痛不太一样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哎，它这边的话更深吗？不是，它是整个包住。哦。很像在剥剥肉。哦，超刺痛，就按开了以后手会比较爽。这个我们以前有按过吗？你有印象吗？有。有。三个字也是按这个位置。真的哦。嗯。哇，操！因为它不好按，以客人来分等级，它算是不好啃的肉。好险，我有心给你心理准备。刺痛，对不对？对，刺痛。哇！哇！这样要好一点。啊！他还在震惊中。
哇塞，太烫。哇，这么紧绷。我觉得本日最痛是刚刚那个地方，好像比大腿还痛。正面比较痛。还有正面，正面比较痛。师傅，你们正常是有吗？还是？大部分都有啊。Okay. 只是。就是看时间嘛 ，OK OK， 然后看允不允许啊。通常我的客人比较少按到一个小时。那他们都是三十分钟啊？那三十分钟他们要按哪些？一样是位置啊。你可以按到全部吗？可以啊，可是师傅那很厉害，要看他严重程度啊。哦。头有比较松，对不对？有。肩颈附近上多，左边这里腰感觉也痛了。哇，很快哦！开始痛了吗？好像是腰。有点刺痛，哇，很刺痛，很刺痛哦。忍得住吗？还可以吗？腿咯，又是刚刚那个位置。啊，还好吗？这里也会哦。那椎，哦，那大腿这条筋，很紧，有点绷，在后跟这边，跟这只脚不太一样。腿呀、啊。接近膝窝那里，对，这是正常痛的地方啊。啊，左边是比较上面这边，可是他这边给一下按侧边的时候，这边就会痛了。痛吗？还没感觉，没有惨叫，我感觉好失落。明明这块，这块是很好吃的肉。不要这样，我痛死了。小腿痛了。我想说，连你都在期待那个惨叫声，他怎么没有叫？他已经在叫了。他的右边都跟左边不太一样，可是那个脚的违和感太重，就是该叫的地方不叫，他没有叫的地方再叫。大腿，这边也会了。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地方啊。很痛哦！你干嘛偷抓我脚？痛到偷抓我脚是？很痛吗？还是很酸？这个。酸比较多。换位置了，换位置了。好，放松。看这边。这里好像也很痛，我印象中他会很痛哦，哦，这感觉不能太用力哦。对，因为这里我有印象，他好像有一集也是这样被人家按，好像一两集对。很酸哦，是酸还是痛？你放松脚，酸还是痛？酸，酸比较多。对，你不要出力。好好，我不要出力，因为你出力出不赢我。
没办法，那个本能反应。我痛，这个痛了，我这个感觉不能太用力了。母鸡在叫，母鸡在叫。哇塞，这个痛，等一下会不会警察来啊？没有，警察来了。真假的？哦，这个超痛的啊！哦，大腿啊！哇，真的很痛，师傅！哇，不行，给我带痛吗？是痛吗？还是刺痛？我分不出来。我已经分不出来了。那应该就是痛而已。往下了，往下了，大腿过，大腿过。你抱这个很好笑，他给他就会有他的用途了。还有吗？哇塞！这个也会痛。痛。我以为那个是只是伸展而已。没有啊，我是按在筋上面。这个位置吗？这个是小腿耶，这个超痛，超痛的，这超痛啊！小腿原来这么痛，好痛，好痛！你要按枕头，就是看作用哪一个。他已经被捏碎了。这个好痛哦！这个也痛，这个也很痛哎！这个是上面哎，好痛哦！你想到正面比背面还痛？应该说正面本来就比背面还痛，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往前的、啊。这里好像也痛、印象中。有没有冷静一点的？他目前是一个。软炉，可是，你干嘛？痛，我不行啊，太痛，那个太痛，那个太不行了。你今天在吹小土鸡？哪里小土鸡？因为叫声一样鸡。那边需要轻一点。嗯，没有，那边结束了吧？师傅他说要轻一点。还可以吗？有好一点吗？有，脚好痛。哇塞！要轻一点吗？这个痛。哇塞，他比较痛，酸痛。那你为什么在说痛呢？因为他已经错乱了，所以是酸痛。应该是当下先痛后酸。对，下去那一下很痛，很刺痛的，可是压进去之后变很酸。所以你要痛还是要酸？应该是要酸比较好吧。那。所以要先等一下，我也知道。你知道我的套路了，我就知道要讲这个。你是很孝顺，然后在唱歌。哪里在唱歌？真的很酸啊。哇，师傅，女生可以承受这样，好厉害。应该说女生的手法比他更多。Gosh！ 快了，快了，快结束。Gosh！ God！ 上帝会跟你说，我帮你挡了很多石头。快结束了。这只是一些小碎石、真的是小碎石。往下了，往下了。哇塞！对他这边喊痛，没有那个很惊艳的叫声。他已经叫到快累死了。对，这是最累的一集。一直叫。哪有？我看你好几集都在叫啊。没有，没有那么惨烈过。频道很多观众也是都吃蛮重的。哇，这个太重，这个要先跟人家讲，师傅这个真的很重，因为我很胖。师傅他也很胖哎。我也很胖。他还好。他真的很胖，师傅人太好。对，师傅人太好。我操！
痛！gosh！ 这里也会吗？很痛，这个有痛。这里是哪里啊？肩膀吗？锁骨后。好。Oh my god！ 这个好酸的、啊。我讲太多话了。第二那边呢、啊？哇，好酸啊！吃太多东西了。超酸的。你现在我全身很暖。有，蛮舒服的，有点放松的感觉。嗯。明天会痛哦。好。明天会酸痛，可能你到晚上就酸痛。好。哎、欸，回去多热敷了。然后多喝水。好，坐起来。好，抱头，手抱头。OK，OK，、okay, 谢谢。嗨，各位，我们已经体验结束了。那这如同我所说，哎，对不起，如同师傅所说，真的很痛。师傅真的是力道很重的，所以非常适合很重、很重、很重的朋友来。如果你是吃很重的，我很推荐你来。那如果你不是，可能要先有心理准备。但就技术面来说，我觉得师傅还是都按得很到位，而且都可以舒缓掉我很多不舒服的地方。那我觉得目前整个人都是很轻松的，虽然我前面的过程尖叫的很多，但是因为是真的太痛，连我自己觉得我很耐痛，我都觉得我快受不了。但很多地方还是都是比较酸比较多，师傅按得很深沉，所以我觉得很棒。而且现在整个人确实很轻松，我的腰啊跟肩膀啊都舒缓很多，而且 CP 值很高，它只要800块而已。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，都推荐你们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加分享，并且订我的频道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